好，这里是牛不拉，我是鸽子，今儿个带大家去看一下农村的酒席上都有什么样的美食。这还没喂着的没喂不贵做不来正经的蒸鱼还有这做不来大蒸子它这合起来得有十几个菜黄凉菜都十几个凉菜给黄上凉菜都十几个的还上热菜热菜不能给你一个一个来的领导来因为怎么上哎呀怎么人都是呀，他肯定也是要给解决问题。嫂子，打包上带饭去。那赶紧走，慢点啊！好，俺走了。没事了，我都搁接了，搁奶老院了。好，走吧。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西瓜视频牛不拉，拜拜。